好了哈，现在又到 0.04， 其实这个结果已经快要接近成品了。我们等一下来对照一下哈，跟我们之前的效果比较起来是多少，或者是这个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在这边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已经到 0.1， 其实我觉得 0.01 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门槛阀值啦。其实这样看起来成果品质已经算不错了。然后稍微缩小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画面。OK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后半段哦，就是延续我们之前讲的，我们把这个那个输出的材质哦，做了一次比较深入的研究哦，然后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我们上的材质的效果都相当的不错。然后我们也设了它的透明度，也调整了很多内容啊。然后这个其实透明度的部分是一个学问啊，要怎么样友善的去利用它，是一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。然后我们今天，在这边陶瓷的材质，我也教大家怎么样去有效的存档，再使用。
已经算是，我觉得已经在我们这里面该讲的部分都有讲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再等他一下下，看看最后的成果怎么样、哦、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。我看它好像只能再降到 0.2 啊，其实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。我先暂时先存个档，保留一下今天的成果，以免到时候对照也对不起来哦，下载的地方。然后材质调整过1.1。那我们等它继续存、哦、它就是有个好处是随时都可以存档、哦、然后你渲染的不够就再存一下、哦、应该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的课程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哦。我们把那个图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做一个对照。这个是原本的哦。是101哈。然后这是一。然后找一下，你看这边这两张差多少啊？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照啊，差非常多啊。谢谢大家哈，好，开始哈，
然后呢，开始上课、哦。我把那个今天要上课的部分先准备一下、哦。10月20号就在画咖啡店、哦、哇塞，有得搞了哈、哦！来，没关系。我就直接开始了哈，然后那个先切一下画面啊，也不用切了哈。今天主要要讲几个主题，贴图，还有那个 array 的复制跟阵列，然后还有就是 component。上个礼拜应该有讲一点 component 啊，就教大家怎么样在那个。那个同样的元件下面去更改它的内部的东西。那上个礼拜后半段，我们是不是有画那个房子，画一个简单的房子？那那个房子还在，对不对？相信大家都还在那个房子。那那个房子的话，我们还剩窗户的玻璃还没有贴图的部分还没有完成，所以我今天会先从那个窗户的玻璃的部分重新开始讲。然后再画这个房子的楼梯的部分，好嘞，就这个部分哦。好，那我们叫出来档案之后，就准备开始了哦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哈、哦。来，那我们今天重画一下窗户啊，重画一下窗户。还有门哈、哦，教大家怎么去贴图了哈。好，来3、2、1，切。好的，那我们就那个，然后我们就先从教大家贴图开始哈。贴图其实，在 SketchUp 里面贴图有好几种贴图的方式。那你看到老师现在桌面上面这个月历贴图哈，这之后会用到。I love MCU 你看这个做得很棒哦，够狗腿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哦。那其实在这张图片哦，你也不用到处去找，直接你看这个是不是快照新势力？你直接打开 Word 就有一些范本，甚至有一些线上范本就有了，你直接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就好。然后我先建立2023年10月份啊，先从这边开始。然后就按确定，它就会建立这边的东西哈。所以那个 I love MCU 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
之类，我爱你出来，这张图就很棒。好，那你说这个是表格，你要怎么转成那个 SketchUp 可以用的？那其实是要转成图片的。那所以我就把整片整个版面的部分，然后用常用的部分给它贴上。啊，我在 Ctrl 这边，我按下一页哈 ，Word 下一页哈。那你按贴上的时候，你选择性贴上，这边有套用格式设定或其他的东西。那你这边请你选其他东西，增强型、中继档，这个就是图片的格式，图片档。那贴上来，哎，这个就是图片档，对不对？你按右键是不是定存成图片，你就可以存成桌面，我存在桌面。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calendar 的图片，你自己再去 P 了，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这边其实可以做很多调整，像这个图片你可以改变，它有它一定的样式，我们也可以套一下这个不同的样式，来，来，先到名传，名传这里哦，哇塞，你看这名传最会做广告了。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进去了。来，消息，广消息里面去我最爱的庄东林老师那边。来，庄老师，对对，你看，另存图片哦。好，不要选他哦，选他你会那个哦，很难受。你选余淑芬老师，他会那个呱呱叫。要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庄老师的图片先给他塞进来，再下载这边。哎，老师，那图片怎么不见了？图片不见有好几种可能，第一个就是，你看这个，好，你要移动一下，它被你塞到这里。好，那你这边你就按右键，那个，你这个哈。要另存什么改变？点两下，它变成是智慧型物件，所以我把它剪下来啊，常用这边一样，我给它选成这个，啊，这边就可以贴上去。那你点两下一样，可以跟它造成一样的效果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跟它？哎，不是啊，它是这个，它这个的效果。那这个效果其实还有很多图片的效果。这个是一个，你先给他这样，不要，不是这样就变遗照，不要，看这样，好不好？然后给他放这边，他会乱跑，所以你自己这边要小心一点。那我设定图片格式，不要让他乱跑，在这边图片。校正，哎，不对，是这，是填满了，填满，哎，它的移动啊，对，在这边，大小其位置，纹绕图这边选矩形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、哦，然后你再缩小一下，啊，这就属于庄老师的个人桌布啊、哦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就很棒啊、哦？那你就整张再给它复制贴上一次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哈？哦，那这个效果空间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选择哈。那你这个做好之后，这张图是不是就可以存出来 calendar？ 然后我就把 calendar 这张图片先拉过来。我把这张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会？卡顿，这张图片就被我拉过来了，移过来，这就是一张哦，放两张哦，好 OK 吧，哦，这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立起来，因为现在它变 PNG 贴图，所以就很讨厌哦。你在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变 PNG 哦 ，PNG 就变透明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桌布也不是说不行啦，会比较奇怪一点。那你等一下贴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上个白底，然后再贴这个透明，才会看起来不会怪，好不好哈？
可以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先从 Word 上面做贴图过来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贴图的方式。等一下我会教你们怎样去修它。好，来，现在先点个名哈，不要辜负大家那么早到。那有人会也是会说，哎，我好难得早起哦，那个没早起的他就该死。怎么可以都不点名？我上次你就点你，我每个礼拜都会点。杨志宇，你好，钟英宏，那我们来，洪少奇，好，林玉珍。林玉珍没来，林宇杰没来，林婉清，哎，林宇杰有吗？好，不好意思。洪宇璇，洪宇璇没来，叶云轩没来，苏以慈，黄以慈，黄以慈有，林可平，林可平没来，吴成宇，浩伟，徐子淇，郑小元，吴优珍，吴优珍，我们来，陈立瑜，陈一新，洪淑珍。陈一凡，刚刚是谁？陈一新是不是？对啊，陈一新是不是？陈，好，洪婉萱，陈明瑜，陈明瑜，我来，刘秀如，蔡彩玉，李安琪，李安琪，有啊，李英嘉璇，林嘉璇没来，苏庆云，苏庆云没来，陈伟哲，有，好，马嘉洛。好，陈云熙，好，林芳宇，刘冠廷，刘冠廷，哦呵，廖佩纯，好，王怡婷，吴少伟，林云倩，杜孟璇，曾英瑞，好，杨慧欣，林乐瑶，林乐瑶没来没有，梁文凯，范嘉儿。范嘉尔没来，李慧珊，李慧珊没来，哎呦呦，不好意思哦。廖成昌，廖成昌没来，李子瑜，李子瑜没来，许志荣，对，哎呦呦呦，肖恩琪，肖恩琪有哈，林以琪，好，再郭一静，李廷翰，李廷翰没来，郭舒雅，好，陈彦君，杨佩妮，杨维宇。张成真、魏永杰、魏永杰没来，李嘉珍、李嘉珍、李嘉珍不来，许纯雅、许纯雅没来，简子祥、简子祥不来，李凤琪，好，陈之贝、陈之贝没来，张三妮、张三妮没来，詹念颖、詹念颖没来，庄千轩。庄千轩没来，林伯俊，林伯俊没来，蔡松道没来，若轩有，平井千夏不是平井若菜，平井千夏是明星的哦，天田朝日，天田朝日没来，大西好，郭嘉轩好，刘进山，陈志明，林以杰好，王佑琪。徐子淇，徐子淇没来，李仙童，好，郑景伟，郑景伟我来，蔡宜珍，蔡宜珍有，陈小妮，陈小妮没来，吴成伟，吴成伟，哎，怎么没来？周佳瑜，简晨云，黄心怡，沈辉豪，沈辉豪啊我来，黄成廷，钟成兴。钟成兴没来，黄于兴，黄于兴没来，林子瑜，好有洪宇兴，好，哇、哦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哇，等一下小点名有的看哦，一堆人哦，好可怕。有有有，没事，哎。
好，我又再改了一下哈，应该就更像庄东林了哈。Helen， 我觉得超哥了哈，稍微改变一下哈，来，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哦，我们要先从这边才会画楼梯跟那个窗户哦，来，好，我就再切一下荧幕哦，来，五四三二一，切，好的，改变一下哈。方向先调回来哈，因为我们这样看没问题哈。然后后来我们把它丢到这边里面。如果好，我们把这张图片缩小一下哈，压着 Ctrl 键，你看这样缩起来是不是会觉得怪怪的？字都跑掉，它的比例都跑掉，其实不对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保持它原始的那个比例哈？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 Word 上面的设计就不对，因为 Word 是给你指示的。一般我们看到那个阅历、桌历，大部分都是横式的啦，有指示的，只是就是形式力才能看到。好，然后那我们现在如果为了，如果你是印刷公司、广告公司，你要设计这种横式的话怎么办？那给你的样本套用就是指示，所以你在 Word 这边版面配置，你就可以把方向改变一下，改成横式。好，那这样就会跑回来。但你发现横式跟指示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，会断版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上跟下的部分。那我觉得下面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要整体再缩小一下。所以你这整个东西要往上移动，缩小一下，缩成这样。OK， 那这是我们能做的极限。接下来就是换这边的版面跟这边的版面，你要不要空白，让它变小一点？那这边你如果要做小一点的话，其实有点困难哦，因为它这边的字已经选的蛮大了，你只能常用在这边，让它变小一点哦。你看这样子，其实是有点大，那这边就有点还是塞不下，所以你不管怎么调都没有用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所以你这边怎么做是最好的方法，就是
这个表格留着，那这边版型没有 PPT 来做，请问一下 PPT 就是天然，是不是就是天然合适的，对不对齁？所以我们这个部分，我们同时使用三套软体去做这个东西，用 Word 产生这个版，用 PPT 去排版，用那个 SketchUp 去完成它的 3D 化设计。好，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 PowerPoint 了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拉的东西可能在这上面会很，你拉起来会很痛苦。好，那我就把 PowerPoint 拉出来，那我先把这个版型给你看，放在旁边做参考，缩小一下，那这个贴图就会变透明的，很奇怪。然后那我们这边呢，这边还好不会，那这边你不要全部一起贴哦，千万不要，你会很痛苦。来，我们来分开贴，这个复制起来贴上去，贴上去的时候你要小心选择性贴上，你请你把它当成是图片或者是 EMF 档或中继档都可以。你如果再贴那样子，你就跑板。哎，老师为什么会看起来有线段哦？不会啦，你放大，它只是因为显示的问题哦，才会变成是线段。好，那这边显示上面会有一些误差跟问题啦哦。它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你看起来哦没有完全都这样哦，有没有哈？你要放大来看线段才会出现，有没有？再來就是它的颜色不够深，所以你可能要用这边去校正它的颜色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让它深一点，可以吧？稍微深一点。再來就是上面这个版型的部分，你要怎么去处理？那我先缩小一点点。你看这个最后一行根本就是没有用，所以我就把这两栏哈，按 backspace 键把它干掉，再重新生成一下，复制一下，再把它贴上来。然后我们贴上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贴，它就会变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奇怪？这就不是我们要的版型，全部都跑掉，全部都跑板。你这边要变回来原本的样子，也很难哈。所以你不如，你这样子就会跑掉，会很奇怪。中间的隔线也会跑掉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贴图片的方式去贴。好，那我再把这边整个删掉哈。贴上的时候，请你选择性贴上，贴成 EMF 档。EMF 档是一种向量格式档。好，那我贴上来之后就没问题。接下来上面的部分，你用贴的话也可能会跑板。啊，你用贴的话可能也会跑板，但我觉得跑板的比例不会那么的大，选择性贴上，一样贴成 EMF 档，这样有没有？那但是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往上缩一下，往上缩一下，好。那如果你觉得不满意，你可以重做，在这边你可以直接重做，好。来，我们先贴一下哈，然后再来就是 I love MCU 哈这一块，跟这一块，来我先给它贴上去。那 I love MCU， 你看贴上去。也是一样跑板，不过这边的跑板就还好。来，我先点一下它哦，点两下。一般的，常用格式，我们先把它的内容先图案填满，先给它改成无填满。那你这样贴上去就比较不会有问题。那我把这一块缩过来，它就会排版排这。最后就是把庄老师的图片拉进来。那庄老师那张帅照，我们好不容易弄好了。又要再重贴一次，其实也是很痛苦哦。对，就是庄老师又要再出现一次。好，那这次贴过来就比较大张了哦。那这张大张我们就有它的效果，先贴一下这个。好，帅吧哈，两个孩子的爸，果然不一样。好，来，然后贴两下，我们去改变它的图案的反面的，它的。设定图片格式，然后我们把它3D化一点，立体图片格式。这边打开来，然后旋转啊，旋转这边，请你拉开来，你看。那我这边给它转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哈？然后这边 Z 轴旋转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外框的部分哦。我觉得它的外框的部分有点大，那也是因为版型的问题，效果空间的问题。那好，这样好了。那我重新重设一下立体图片 ，Z 轴旋转，不对。
逆时针哈，拿去刻面板。好，这张帅照就出来了。那你这样去贴十月份的月历，是不是就可以完成？如果假设今天老板叫公关公司叫你设计这样，是不是就可以 OK 完成？那这里面的文字再加大一点，庄老师的图片帅照再给他放小一点点 ，OK， 那就可以了。那你整块全选起来，右键群组哦。如果不能群组没关系，你就复制，在贴的时候就要小心哦。贴上的时候选择性贴上，贴成 EMF 的。哎，怎么跑到这个哦？那没关系哦，就检查一下哦，把那边都贴过去了，这样子。那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bug， 你看这边是白色的框，所以你这边要小心，你这边不要有框线，无框线，因为你到时候你看像我这边贴过来，这边就白框，非常不完美哦。然后我把剩下的拉里拉扎的东西都先复制起来，再贴上一次。所以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干净，你看这样贴就没问题。好，这时候你再去印成图片。就可以了，最终你们存的图片在桌面嘛 ，calendar， 你要存成 JPG， OK， 存成 JPG 这样之后就完成了。你看，我们大费周章搞半天哦，拉过来，你看放在这里，这个比例才对，有没有？这个比例是不是这样才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接回去给你。这是我教要各位贴图的第一个部分。你们如果活用的话，可以好好在很多地方上面使用。怎样？就是不要，我是破解然后装回去，不然我直接进去。那再关一次，再破解一次。重新再装一次吧。不用，你先关掉，你先过去啊！你不是要我过去，挡住我怎么过去？Yeah.